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饥荒，身居要职的和珅便前往视察。到达后，看到当地官员准备了米粥在赈济灾民，他便随手从地上抓了一把沙子撒进粥里。随行的人都觉得不能理解，和珅解释道，真正的灾民是不会计较碗里有沙子的，因为他们太饿了，只想喝口热粥活下去。而那些蹭吃蹭喝的人自然会嫌弃粥脏，不会再来要了，这样就能拯救更多灾民。后来这件事传到乾隆耳里，乾隆对和珅的做法也是赞赏有加。不得不说，和珅的这一做法是既可恶又精明。可恶之处在于，米粥里面加沙子，一方面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喝这种米粥的灾民来说；另一方面，加沙子可以减少赈济的粮食数量。乾隆甚至默许和珅将所有赈灾粮食都加入了沙子，那么节约下来的粮食和国库开支就不知道落入谁的腰包了。而精明的地方则在于和珅的小小举动里蕴含着精准定位用户的经济学原理，他用这小小的沙粒筛选出了真正的难民，从而避免了将米粥浪费在那些弄虚作假的人身上。其中的精明算计也确实很符合巨贪和珅的形象。至于这件事的利弊，就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明朝史上有个神人，名叫刘伯温。民间传言，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结果挖出了五个大字，吓得他魂飞魄散，惭愧不已。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视频，在下方菜单栏往期风采中即可观看。